说哈，法尔如是啊，哎，又不是我独创的啊。有佛无佛哈，法尔如是啊。什么人哪我都我什么人嘛拢会当修的啊。哦，是讲，那无伊讲吼，啊无得听，啊无得听，可能就我就歹修安尼。我们家公，我们家公迷失失度，误失失度。哎，啊，有人，有人过去世都修，人根基盖好来这世间，哎，伊嘛我都修啊，伊也唔免人讲啊，唔免人教啊。好，哎，所以，若要心清净，是毋是一定爱出家吼？我讲无一定。啊，无诶，这上有出家，咱们但是心无出嘛无效。哦，这唔免阁问啊啦吼。嗯，那是讲因缘出家较好修安尼啦。嗯，啊，你本来要好修歹修，就是拢看家己诶。你若感觉好修，伊就好修啊；你感觉歹修，伊就歹修啊。吼，敢是安尼啊？你若个感觉讲，啊，这着看家己买啊，毋尔。吼，拢嘛看家己买啊，毋尔。啊，若买，那啥物嘛拢简单。啊，若毋买吼，迄个搁几只牛来拖嘛无效。人心就是为是，啊，建成了中观，所以为是中观啦，作性哦，你对善对知影。有人拢教我，嘛请我教伊善啦吼。我讲吼，善都毋是坐较算善，迄善你就是爱对这中观为是有清楚，迄毋知影。还唔敢闪会出来？哎，对这中观微心无清楚，迄面啊练会出来啦。迄六祖大经内底都讲吼，讲吼，生来吼常坐不卧吼，啊死去吼常卧不坐吼。啊，这个臭皮囊哦，怎么做功课呢？哦，是讲啊，得坐吼，坐我都帮助人定。哦，啊，迄嘛是暂时的呢啊，有为啊，有为法。啊，你若真正要成佛，你爱无为无漏的，诶，方法啦。啊，迄都爱靠智慧去悟。啊，这款的迄个佛法的知识一对来，当然嘛，佛祖有讲过了，咱才有通去知，啊，无要对知啊。这中观为师也无，这若无祖师来讲，咱啊，无佛祖来讲，咱哪有法度去知？哦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。哦，伊个佛祖讲出来吼，啊文慧，啊，互人个迄个法，
伊内心发出来，也就从火恐生，从法化身，哦，地慧啊，地慧哦，从火恐生，这个闻呐，啊，从法化身的思修。你着听过法了，哎，啊，咱去思维，啊，思维了，对这法会当贯通了，咱着开始知影要哪修较好啊。哦，一定是要经过这过程，啊，若无咱，哦，咱也毋是讲啊，过去着已经无业来哦，咱是有业来，哪有可能？哦，毋免听。那是六祖有法度，免听咱也有法度。啊，再来就是讲，啊，是免啊对这有体会来修。哦，你若对这看无，你嘛是修袂出来。所以早汉内底有讲到讲，哎，咱的眼见色，哈，是毋我都知。那若无法度如实了之，你要断咱的烦恼嘛歹断啊。所以一定要如实了之啊，如实了之就要透过闻了，咱去思维讲，啊，咱这烦恼是毋是真正断？哦，所以佫分三种的修吼。哦，乐受、苦受，啊，不苦不乐受。有这几种想法，我都决定讲，咱的烦恼是不是断？所以对这要如实了之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为什么呢？这里要分清楚哈，涅槃嘛是不苦不乐，但是哈归受，所以这要分清楚，你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对哈。你看，伊这嘛不苦不乐啊，哦，凡一般的人哈，无修的人嘛有不苦不乐的时阵啊。恁敢二十四小时都觉得很热？啊，是二十四小时都觉得很苦，啊，敢有不苦不乐的时阵，啊，有嘛对无吼？一定有诶啊！啊，那安尼时，恁是毋是拢涅槃啊？喂，啊，那会差侪？啊，恁嘛不苦不乐的时阵，啊，那会还袂涅槃呢？啊，这到底是问题是出在底吼？哦，所以那个叫同名异义，咱佛法啦，诶，名相啦，都有作者同名异义的哦。啊，你若对这法义无法度了解吼。你根本无法度如实了之，这嘛不苦不乐啊，这嘛不苦不乐啊，名拢同款啊，但是意思拢无同，啊，太安尼。我即摆引导恁免啊入去修嘛。
啊，拢共款嘞，看起来拢共款嘞，拢不苦不乐嘞。啊，咱一定有足侪不苦不乐的时阵啊，吼，啊，是毋是拢涅槃啊？嘿，啊，共款安尼意思啊，到底是问题出在底啊？那唯识学讲吼，迄叫做无自性嘛，对吧？吼。啊，无自性是毋是已经涅槃了？所以吼，你要看，你要看这两边的差别伫底，涅槃甲三数的差别伫底。真正涅槃吼，伊已经无两边的苦受啊，两边的苦受甲乐受啊。所以无两边的苦受甲乐受吼，迄个是。究竟的涅槃的意思，啊，这款呢有三受的这款呢，一个不苦不乐吼，伊、哦、只是暂时掉在中间，伊还佫会变的，啊，所以这款呢吼，还佫算有业。安尼，恁是毋是会当看家己是毋是有业啊？就是讲，你对这個。日常生活内底吼，你若是还佫有起伏的苦甲乐吼，苦受甲乐受吼，啊，你表示讲恁涅槃了袂？安尼听有啦吼，啊无拢同款咧，不苦不乐，啊是安那那会有诶涅槃啊，有诶啊袂？了解差别伫底啦吼，真正爱业消的人吼，已经无苦乐两边想啊。啊无的时阵吼，伊无迄个起伏啊，吼，当然伫咧起伏中间的会走伫咧中的时阵，中就不苦不乐嘛。因为你乐啊乐要乐。原本乐要变异成苦，伊中毋是爱经过一段不苦不乐的时阵，对无？啊，佮慢慢啊变甲变苦去，所以三受就是三种苦嘛。一种是啥？一种是坏苦嘛，乐是坏苦嘛。啊，苦是啥？苦是苦苦嘛。啊，不苦不乐咧，行苦嘛。啊，辛苦是毋是拄啊停在遐就未阁变啊咧？毋是啊，因为伊个就是业会变化的。哦，之前我都有甲恁讲过，讲会变化的业叫做啥？变异的业感。所以毋知讲变异的业感哦，无常。人的心是无常的，这款的心毋是真心，所以妄心是无常的。到真心业消的时阵吼，伊个较会如如不动。没有苦乐两边相，哦，啊，这款唔只是涅槃的意思，但是是不是初学的人拢感觉会出来呢？啊，若拢感觉会出来，就好修啊。伊一定要经过吼，经过起伏了，伊才会知。哦，我原来就是阿伯。还袂安定的吼，念伊心走遐，念伊心走遐吼，敢若拢随着自己的乐受、苦受的感受咧走吼。比如讲啊，我伫遮吼感觉苦，所以我要找较乐的吼。啊，着对一边起嗔，对另外一边起贪。安尼都乐受甲苦受啊，对无？恁是毋是常常拢会有这个现象走出来呢？敢有？一定足侪啦！常常嘛感觉遮足无爱的，我足想要去办鬼吼。啊，若你啊收一个讲啊，我吼，我看。欠寡钱吼，来世界去行行，来散散心吼，
哇，太苦闷了！我看足济哦，所以一个人若我都想讲吼，你伫底都拢袂苦闷，哇，这个人功夫就非常厉害啊！你敢知影？因为已经会当不动啊，会当如如不动。所以有几种根基来这世间，你一看就会知影。有的人吼，过去世已经着修好世啊，修甲吼真正不苦不乐，伊已经没有两边的乐受跟苦受，很强烈的对比，没啊，啊没有嘛没有强很两边很强烈的会贪甲嗔，啊所以伊来这世间吼，你看伊拢点点啊，无啥物。动众哦，但是哦，伊非常有智慧哦。哦，啊，迄就是哦，拢过去，迄就是过去世的已经人拢已经修好啊。准备这世来是要哪？是要度化别人的。所以，甲恁看讲吼，你到底是不是迄个受业报来的，还是吼？还是趁愿再来，啊！一看就知影，趁愿再来的人，人的苦乐两边向吼，袂遐强，绝对是很平稳的。啊，所以吼，人诶吼，不管伫啥物环境内底吼，拢，哦，袂讲会感觉苦，还是袂讲会讲啊，突然感觉咱足欢喜安尼，啊，欢喜了说哇奈，念伊。念伊很高潮啊，念伊呢又陷入很低潮。你若讲修行哪会修到愈来愈低潮哦？啊有诶吼，毋是，吼欢喜一个过头，煞得意或忘形。啊，你著知影，你著知影，安尼是毋是已经涅槃啊？为虾米？因为伊诶两边相个足强诶。苦乐两边向啊，这是安那来？这为世所限的呀。那佛陀讲哦，爱直指人心啊，见性的是见，就是已经没有这個，唔才叫见性。啊，你无见性的人，伊常常拢唔知家己有苦乐两边很强。啊，安尼的孙就歹修啊，而闻思修，哦，思维修，哦，你爱家己知影讲，我是毋是这边，还是我阁是伫这边？吼，啊，你若伫这边了，表示你这功夫敢出来啊？不会啊，都，哦，知归知，等到啊，哦，嘿。业障现前的时阵，都拢唔知影去啊，都拢绝对是出道去的。所以听捌，唔是算作已经会要修哦。迄条你真正，我都修到这苦乐两边向未出来啊，不管是拢很平稳啊，啊，迄唔则是慢慢啊有入这意思啊。哦，啊个唯识吼，唯识有一个。很重要的一个讲法就是，诸事所言吼，唯是变现。啊，这个是人吼，啊，这个是所。人所，新的人所就是人。新的心境哈，原来心甲境哈，拢是心变现的里外，所以心会当变成内外，心会当变成内外。而诸事所言呢，唯是所现，所现什么？所现人所心境里外，啊，在内外啊。
即款的道理爱了解，即款的道理了解了吼，你对净土你就知影。有人讲想要请我讲净土啦，我讲好啊，我嘛要讲净土。我的净土有四种的净土，叫做吼。哦，这四种爱记啊，因为长极光净土、十报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，还有黄圣同居土啊。这黄圣同居土伫对呾呢？人即马这就是黄圣同居土，伫人类。咱即马真的是凡圣同居土，伫人类，佛陀嘛示现伫人类，所以佛得示现落来，迄阵阵是毋是凡圣同居土啊？是嘛？啊，是毋是净土呢？诸事所缘，唯事所现，这点讲解遐清楚啊！心净则国土净。啊，再来，什么是方便有余土啊？罗汉的境界。啊，是安那看有余，有余就是讲哦，伊都阿未真正入菩萨的阶位吼，所以还有有余，有余就是还有剩下的习气还没解决啊。哎，有剩下的习气还没解决。甘就袂使心净国土净嘞啊！甘就袂使，嘛是会使呀！吼，你若你心若没有清，就会当清啊，那袂使。吼，你都唔，我拄下讲过吼，都看卖啊唔尔。啊，你若卖就会当收啊！啊，你唔是变啊收，佮几只牛来拖嘛袂惊。先了解心净则国土净啊！你罗汉有罗汉的方便有余土，菩萨有菩萨的心的庄严哦，这不是，这不是色身的庄严，心的庄严，智慧庄严，功德庄严，无慧庄严，嘛是有因的，有因土啊，啊这是啥？这辅助甲辅助的境界，叫长极光净土啊，这几种是不是拢？业感不一样，他所现的净土就会不一样，是不是安尼？一定是安尼嘛。哦，啊，是不是拢会当碰到诸大善人呢？拢嘛会当，这几种拢嘛会当，哪会袂当？哦，啊，那安尼是不是我那符合上品上身、中品中身、下品下身？嘛有啊，上品、中品。下品，下品，阿拉说袂使，你，有人就安尼讲，有人讲，哇，法师你若来讲净土，一定甲人无共吼。我讲吼，咱已经学中观啊，学中观了吼，你都要知影讲吼。没有一样，也没有不一样，所以我的中观，我的净土吼，跟别人讲的吼，没有一样，也没有不一样。
我现在诸事所言哈，为事所现，啊，国土的清净，中观见性，心清净，国土的清净啊，安尼就是西方，哦，你讲一样还是不一样？这好不了吼，你都爱，你都爱会晓迄个佛学迄、那个名相，哦，你对这都爱，未使吼，未使讲出互听无声有诶意思吼、哦。比如讲，人间是有三度空间吼、哦，啊，你千万吼唔好讲一个，还佫有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、六度空间，啊，你若讲这吼、個，互听甲会飞去。有人讲，迄地界的异族哦，是第几空间的啦？哦，讲地界的异族就是吼、哦，甲地狱众生上了油顶啊，甲哦推入火坑的迄就是地狱的异族哦。地狱的异族哦，是不是真的有情呢？是不是真的有情？不是啊。地狱异族哦，就是诸事所缘，为事所现，不是真正的友情哦。所以你人解释地狱异族的时候，你都唔好讲哦，伊是异外太空来的。哦，啊这外因为人道来的都无这地狱异族，你都唔好讲伊异外太空来的，或者是讲哦，你讲伊是。从第六度空间来，不是咱这三度空间来的人。你讲这吼，人哎呦，听到火气啦！而且吼，佫是吼上外行，所以学佛啊吼，千万都唔好听一寡有诶无诶吼。爱会晓这佛法诶术语，啥物术语啊？诸事所言，为事所现。啊，净土是啥？净土就是，吼、哦，直指人心，哈、哦，见性成佛，哈、哦，心净则国土净，啊，所以净土有几种净土呢？有四种的净土：常寂光净土，啊、哦，这十报庄严土，啊、哦，方便有余土。凡圣的同居土，哦，这哈，这安尼讲出来，唔知道有圆通，唔知道有圆懂。达种的法门呢，全部包在内底，绝对都未甲佛法有违背，哈、哦。学佛都爱学甲安尼时阵吼，这见得清楚吼。哦啊，修唔再修咯，好、哦，希望大家要，有人讲还要请我讲净土，我讲净土还一定我来加精彩，你们相信？